欢迎收看小翔说足球，我是主持人小翔。在北京时间11月26日凌晨结束的一场欧冠比赛中，国际米兰0-2不敌皇家马德里，赛后国米主帅孔蒂无奈坦言，输给银河战舰是可以接受的，毕竟两支球队不在同一竞技水平线上。阿扎尔与罗德里戈的进球帮助皇马拿到了这场焦点之战的胜利。在过去的六场比赛中，国米仅仅赢下了其中的一场，在四场比赛中拿到两分。蓝黑军团目前在欧冠小组赛中排在小组的最后一位，出现形势极为严峻。比达尔在第33分钟被罚出场，虽然输掉了比赛，但是孔蒂对自己的球队的整体表现是感到满意的，而且他强调齐达内的球队很难对付。赛后孔蒂说道，和皇家马德里这样的豪门球队对阵总是很困难的，所以当对手取得一个进球，而我们还少打一人的时候，我们就失去了攀越这座高山的可能。我认为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和他们的差距，但这不应该击垮我们，反而应该让我们明白我们的前进方向，我们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。我们需要对胜利时刻保持渴望，需要努力和谦逊，看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，同时不要让自己被外界的声音所左右。孔蒂继续说，加倍去努力是唯一的出路，我们要找到各种办法去成长，去进步。我不认为我们在前场进攻火力不行，因为我们的进球很多，但是我们目前的丢球数有点过多。我们必须接受现状，我们在马德里做得要更好一些，我们踢得也更有侵略性，但是很快就0-1落后，看到球员被罚下，我们却实大吃一惊。尽管如此，我的球队今天非常努力，付出了全部的努力。别忘了，我们对阵的是皇马，而不是那种排名垫底的球队。孔蒂坦言两队差距有点大，我们谈论的是两个不同级别的球队，近年来皇马一直都是欧冠赛场上的主角，而我们不是。有正确的态度固然很重要，我要感谢小伙子们，我们可以赢球也可以输球，重要的是要像个男人一样去战斗。大家尽全力了，我看到了。在欧冠小组赛前四轮结束后，皇马以2-1-1的成绩暂时排名 B 组的第二位，国米依然未尝胜绩排名垫底，小组出现的形势岌岌可危。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，我是小翔哥，欢迎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